各位老师，各位居士，各位发心的菩萨，上午我们讲的主要的内容，大家静下心来回顾一下。六祖慧能大师向我们传授了五分香，希望大家要记得清清楚楚。第一分香是戒香，第二分香是定香，第三分香是慧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讲的戒定慧三分香，剩下两分是解脱，解脱之见香，总共五分香，大家一定要记得非常清楚。除过传授五分香之外，又教给我们一个广大的随时可学可修的心地法门，叫无相忏悔。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空时，罪已亡。把我们的心里头打扫得干干净净，这就是真学佛。又给我们授了三规，给我们授的是什么三规呢？给我们授的不是住相而求的三规，给我们授的是自性三规。那么自性三规的内容是觉、正、净，自己的心里头要有觉悟，自己的心里头要正，自己的心身要静，这就是自性三宝觉正净。除过觉正净以外，皈依三宝，又要我们发四弘誓愿。我们平时啊也发了四弘誓愿，那么六祖在这里教给我们的发四弘誓愿，也是从自性当中开发出来的。接着我们讲到了法身、化身和报身。我们大家平时在学习佛法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概念，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对法身、化身和报身能不能够想清楚。当别人问你什么是法身的时候，你能不能说清楚法身、化身和报身是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打了个比喻，十五的月亮在天上是很圆的，那就是报身，清净的报身，内外明澈，非常的圆满。那么佛菩萨为什么会圆满呢？因为佛菩萨从无始劫以来勤恳修行，积累了很多的福报，所以说他得到一个报身非常的圆满。像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天衣，然后宝相庄严，我们大家去顶礼膜拜，这就是报身。那么什么是法身呢？月亮的光芒遍照一似天下，非常的宁静，这就是法身，无处不在。什么是化身呢？每一个众生的心念当中是清净的，每一个众生心目当中都有个观音菩萨，然后我们升官的也求，我们发财的也求，我们要子女我们也求，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随处有求随处应，那就是他的化身。我们大家在修行的时候要听闻佛法，参究内心，正法身。正法身的前提是要断烦恼，烦恼如果不断，每天人我是非斗争，心里头那么黑，那么你的法身就不能现前了。先要断烦恼才正法身。一切善法，一切善法不舍，做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念，那你就得报身庄严了。在佛经里头有说呀、啊，说持戒比丘相庄严，说一个出家人呐、啊，不管你的父母生你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严持境界，按照戒律去修行，他的相貌就会非常的庄严。人的相貌是可以改变的。人的相貌怎么样来改变呢？不是到化妆店里去化妆，也不是到美容店里去美容，
更不是描眉抹口红，是什么呢？内在的庄严，内心的庄严以后，我们的相貌就会慢慢的随之而改变，叫相随心转。经常偷人的人，他那个两个小贼眼眯在一起，看东西的时候呢，飘移不定，那就是贼眼。那个好色的男人，他好色成性，他看到女人以后呢，他的眼睛就色眯眯的，眯成一条缝，那就是色眼。那个贪财的人呢，走得满大街，哎，走到商店里头看到是财，走到工商银行里头看到是钱，他那个眼睛里呢就是贪财的眼神。那个公安局的人呢，他一身正气，他专门抓这些贪财贪色的人，然后呢，他的眼睛里头带有审查的、带有透视的光芒，他看到天下的人都好像是犯罪分子，就是不同的人的心里头会有不同的投影。我们端心正义，我们就会长得非常的庄严。有一些女孩子，她生在农村，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呢，非常的纯善，同样会非常好。所以说，人的心修心比修身要重要的多，要到扔那个地方去修。所以说呢，修得好，报身就庄严。不但今生相貌能够改变，来生来世投生在好人家，衣食无忧，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就不断的增盛。我在前面告诉大家说呀，只要你延迟三归五戒，那么就能够保证人生不死。这就是说佛法呢并不是非常高妙的，只要你有诚信的心，就能够保证人生不死。心中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一心敬念阿弥陀佛，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心不贪恋，意不颠倒，欲知实质，也是非常容易做到，并不难，并不难。所以说，如果这样去修行，现世的身和未来的身都现庄严相，这就是报身了。我们众生求佛拜佛，有没有感应道交呢？有没有神通呢？这一切都是有的。到了后世末法以后，传播佛法的人怕有人利用神通、利用感通来麻痹众生、扰乱社会，慢慢的就讲的少了，就隐没了。如果一个人修行人，他把自己修得非常的清净，天上的月亮就会映到他的心湖当中，观音菩萨就会在你的心中有投影，他就非常的准，就有感应了。所谓感应道交，老百姓的话叫什么呢？信则灵。这个信的心要非常的清净，他才能够感应道交。如果你本身不纯净，他是不能够感通的。观音菩萨千处有求千处应，有那么多众生在祈求他，他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显现。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啊，我们的心念是清净的，把法身、化身和报身要想清楚了。这总体来讲，一个是三个，三个是一个。没有月亮就没有光，没有光就不能够映照在水里头，这就是三个了。回过头来讲，这一切都是由有圆满的报身因修行而得，大家要清楚。六祖慧能大师啊，把无上的心法为了芸芸众生的自性解脱和盘托出，从头到尾讲的这些法都有一个指向，就是指向我们的心。我们大家好好用脑子想一想，六祖慧能大师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是不是不离开我们这个本心呀？随时随地都指向我们的本心，生怕众生颠倒，迷了自己的心，向外去求，求了一百年什么也没求到，一定要回到自心。善知识，色身是色宅，不可言归，向着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在座的各位善知识，我们这个
父母给的这个色科子，这个色身呢，是一个色宅，像房子一样，不能言归。因为我们学过佛教教义的人都非常清楚，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五蕴合成的。皈依三身佛，在自性当中，过去法身、化身、报身都在自性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不是说佛菩萨有我们没有，每个人都有。唯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迷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因为智慧不开，心中不明，不能够见到自性，不能向性中去修去求，往外寻求三身如来，不见自己身中啊本来就有法身、化身和报身。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当时在座会的有官僚、僧俗等人，六祖慧能就指着他们说：“你们的身子是一个房子，你们自性当中就有法身佛、报身佛和化身佛，往自性当中去求、去修才对。何名清净法身？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什么叫法身呢？人性在没有染污之前，在没有被财色名食睡贪嗔痴那一件染色之前、染污之前，本来就是清净的。一切法呀，一切的法都是从自性当中生起来的。为什么都是从自性当中、从自性当中生起来的呢？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心里想坏事，马上付诸于行动，就干坏事了。心念一起，发于口，行于身，那么就恶事就产生了。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想好事，好事就来了。想好事就存好念，就做好事；想坏事就干坏事。如是等法，在自性中，都在我们自性当中生出了善恶。如天常星，日月常明，为浮云覆盖，上明下暗。就像我们的自性像什么样呢？我们的自性啊，像蓝天。蓝天里头有日，有月，经常明耀，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明明亮亮的。但是烦恼来了，就像乌云一样覆盖了我们的自信。日月在天上是亮的，被浮云盖乌云盖的，下面是暗的。就像我们这个天气，今天上午是大太阳，非常的透亮，到了下午啊，乌云覆盖，下面是暗的，上面是亮的。你们大家如果不相信啊，你坐飞机上天上去看一看，上面一定是亮的，我们下面是暗的。在这里讲的这个乌云啊，就是我们的烦恼。说众生啊，本来就有清净法身佛，被烦恼覆盖了，证不到自己的法身如来，见不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如果你的福报好，如果你的因缘好，遇到善知识，遇到了佛法，把你这个乌云给吹散了，天上天下一片通明，你的心里头就亮了，你那个心中啊，本来就一个莫尼宝，万象都显现了。这里说的呢，风吹云散，是说借了善知识，借了佛法，把我们的心里头乌云吹散。世人性常浮游，如蔽天云。说人性不定，哎，忽东忽西，忽上忽下，忽明忽暗。听到法师讲经，起了善心了，说我要皈依三宝，我要好好的修行，心里又亮了。回到家里头，一看孩子不好好学习，老公又和自己语言不合，马上起了嗔恨心了，心里又暗了，忽明忽暗，哎，忽上忽下，
想到自己慢慢年迈了，我要有一个好的归宿，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起了这个心念了。回到家里看到酒看到肉还要吃一口，又回去了，心里头忽明忽暗，忽上忽下，想好事立马笑容满面，想到坏事就愁眉苦脸。一个人一哭，大家都感染的都哭了，一个人笑，大家都笑了。我们永远做不了自己的主人，自己心里没有主。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长明。在座的各位善知识啊，你要了解自信了。我们的智慧像太阳，我们的智啊像太阳，叫大智、大圆精智，像太阳。慧是妙观察智，我们能够分辨很多东西，就像月亮一样。智慧长明啊，心中的智慧常常升起，智慧长明。域外住境。被妄念浮云覆盖，自信不得明了，心随境转，看到别人哭就哭，看到别人笑我们就笑，这个妄念一起来呢，把自信就覆盖了，心里头永远不能够明明净净清清净净，我们不能够保持这一种状态。若欲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欲自性中，万法皆现。如果遇到大善之时，听到了不立文字的佛法，不住两边的佛法，自己把自己的心打开，把迷妄消除，上下内外通明一片，就是智慧现前了。在自性当中，头头是道的佛法全部都在你自性当中，原来就有。在这个地方啊，要想修正到这般天地并不容易。如果我们讲六祖法宝坛经，你能够听懂就有少分的相应了。要想真正的识字本心，见字本性，开悟，那我们一般的人还做不到。但是千万不要自己轻贱自己，见性之人也复如是。明心见性的人就是这般天地，明心见性的人他的心里头就明明亮亮，此名清净法身佛，这就是正道清净的法身了。正道清净的法身以后，然后再去保任他，再去修行，我们慢慢的就成佛了。善知识，自信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在座的各位善知识，要归依自性佛。自性佛就是觉而不迷，那就是真唯一。如果我们每天见到石头的佛也拜，见到木头的佛也拜，我们心中的烦恼不消除，那么这个拜这个佛呀，就是身行心不行。身子虽然在这里拜佛，心里头充满了仇恨，那就不是真修行。应当心身一处，心身应当是统一起来。在这个地方老师不能检查作业，佛也不能够把你的心掏出来给你洗干净，只有自己呀，把自己的心真正的打扫得干干净净才有办法。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骄慢心、无我心、狂妄心、轻人心、慢人心、邪见心、功高心，这么多的心，我们有那么多的心吗？我们没有。我们的心体是一个，这一切的心用一句话就是恼害心，恼人害人的心统统的把它扫除的干干净净。要有这样的智慧，要有这样的心量，即一切时中啊不善之时，白天黑夜一天六时24小时不善的心性把它全部扫得干干净净。如果真的能够扫得这么干净了，我们各位当下呀，身即佛，你的身就是佛，内外净和琉璃，当下就是佛了。还到哪里去找佛呢？我们可能说得到，我们做不到，但是要尽量去做，努力去行。因为为什么要努力去做、努力去行呢？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好的结果，我们才会照顾到自己长远的利益，才不会在六道当中去轮回。才不会去受报。
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归一。经常呢检查自己的过错，不要说别人的善恶是非，是真正的自归一，就是归一心中的觉悟佛。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使见性通达，更无之爱，是自归一。经常啊要虚心谦下，对一切人都要恭敬。为什么来普行恭敬呢？这里头话中有话。因为在我们人世间，我们见到学位比我们大的，地位比我们高的，年龄比我们长的，我们见了面恭敬是容易。对一般的老百姓要恭敬，我们的心就升不起来，那就不平等了。六祖慧能大师在这里说呀、普行恭敬，大和尚小和尚我一律供养，都是三宝。不要眼睛里分出来说这个胡子，这个和尚胡子白了，这是老和尚，我恭敬他；那是小和尚，我见了面以后就是小和尚。我们的心里头不平等了，要知道，佛法当中，在菩萨方当中，要我们不轻未学。这个人的身份很低贱，这个人的年龄很小，不要轻视他，要普通的尊敬供养。那说明你呀、就真正的悟到法性了，你就通达了。为什么说你悟到法性了呢？六祖慧能在前面是不是有一句名言呀？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思智。他说有些人身居高位，他并不怎么聪明；有些人虽然为人做苦力是下人，但是呢，他的智慧、他的心量非常的高。这就证明啊，你是见性了，在心里头没有知爱，知就是听知，爱就是障碍，没有障碍了，那就是真正的皈依了觉悟的佛。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入空。什么叫千百亿化身佛呢？心中不思万法，就是不住万法。原本那个清净的佛性像虚空一样遍满一切处，一念思量名为变化。一念思量从心里头起了个泡沫，起了个分别，就是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在这里开始给我们讲六道了。我在前面说过，我们的心是圆的，六道呢是六个圆圈，都和我们的心分占一分，分占一份。心里头起心动念了，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想坏事，坏事来，起了仇恨的心，当下那个一念心和地狱就改通了。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想好事，那么这个心啊，立马就化为天堂，就相应了。你们大家在自然界观察，那个泥鳅同样是鱼类，那个泥鳅钻在哪里？它能钻在那个泥里头。泥鳅如果不钻在泥里头，它就不叫泥鳅了。那么你们大家再观察，蜜蜂常常爱在什么地方？蜜蜂常常爱在花里头。蜜蜂和花是一家人，分不开。就是说我们的心也是这样，思量善事就化为天堂，思量恶事化为地狱。那一念心立马就感通了，一念心就感通了。毒害化为龙蛇，恼人害人的心啊，有毒的心就化为龙蛇。讲到这个地方，我倒是可以给你们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到缅甸去护送佛牙45天，上午坐在佛牙旁边来守护佛牙，下午就坐到直升飞机啊，到缅甸各地的有圣迹的地方去参观。其中参观了一个地方，一个老出家人守着一个荒废的寺庙，那个寺庙里头有三个汉白玉的佛像，他就坐在佛像旁边，腿底下盘了一条蟒蛇，身上盘一条蟒蛇，在开外处有一条蟒蛇。这三条蟒蛇他每3天出来托钵一次，
走出来的时候，一条开路，两条护在身边，而且呢，终生吃素。老百姓就把饭菜放到他，放到他要经过的路边，那个蟒蛇就把那个把那个饭卷起来倒到锅里头，倒完以后就回去了。然后翻译就告诉我们说这三条蟒蛇，据老和尚介绍说，就是富贵人家的三姊妹。因为在世的时候嫉妒仇恨，死了以后变成了三条蟒蛇，但是呢，他的佛性和佛心没有泯灭，化成逃亡以后呢，他守护着这个老和尚。老和尚呢，给他们说了三皈依，从此以后呢，他们就成为这个老人的护法。老人托钵的时候，他们就在身边。因为我们生在汉地，我们连佛法的基本道理都不懂，见到不可思议的佛迹，我们更是见到的很少。到了东南亚国家，很多写在我们书上的一些现象，我们在东南亚都能够亲自的看到。比如说塔心通啊，神州通啊，那些法师们，因为他们的修行环境和他们修行的境界，我们脑子里是想不出来的。要特别的注意，我们汉人邪见深沉，在修行的时候障碍非常多，因为我们的心不够纯善。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又经过了改革开放，你想一想，人的心是非常乱的。他的不学习文化，又没有一种修养，又没有信仰的话，他的心是非常乱的，不纯善。所以说呢，一定要通过对三宝的皈依，净化自己的心灵。
何名原案报身？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掷能灭万年余。什么叫圆满报身呢？圆满报身到哪里去求？到哪里去求呢？在这里打了个比喻啊，就像一个灯能除千年暗。我常常给大家打比喻，我们走进讲堂来，把开关一摁，灯立马就亮了；把开关一关，灯就黑了。这个灯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人一旦有了智慧，当下就解脱了。人没有智慧，到处都是烦恼。就说呀，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掷能破千万年余。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常思雨后，念念圆明。不要老是回忆过去。为什么不要老是回忆过去呢？因为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金刚经当中说呀，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在座的老年人要特别注意了，为什么不要老是回忆过去呢？有的老人呀，教育孩子的时候说，我当年怎么样怎么样，一定要知道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果你老是这样去想，你的心里头就老是堵着一口气。有的老人就教育孩子说，我过去吃了多少苦，我怎么样的不容易，你这么想本身就是拿刀伤自己的心。为什么呢？时间如流水，逝者如斯夫，不能够再回头了。所以说呢，会修行的人要把过去的记忆心断掉，不要老是回忆在过去当中，因为过去不能够再回来了。就像江河的水流下去就不会有回头了。常思雨后，念念圆明。这个雨后不是说让你老是想着我明天是好日子，我大后天日子更好，别那么想，是说当下，当下每一个念头啊，是善的，是智慧的，念念圆明。圆是圆满，明是明亮，自见本性，最好能够照见自己的本心本性，那个没有染污的心性是最好。善恶虽除，本性不二，不二之性名为实性。这一句话并不好理解，善和恶是两个，我们修行人都要修善，把恶要扬弃掉，这是第一个意思，这个第一个层面的意思我们大家都懂。但是做了善以后，不要执着于善的功德，因为善和恶起性本空，善和恶是相对的，是相对的，是对方。如果你老是活在对方当中，你就不能够悟到清净法身佛，就不能够彻见自己的本来面目，叫邪正俱不用，邪和正都全部把它打掉，那么那个后面它的体性是一个，不是两个。就像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体它是一个，起善念就是善事，起恶念就是恶事。这里说本性不二，不二之性名为实性，这个实性是要加引号的。真正一个人如果悟了性，并没有一个实性可得。你如果认为有一个东西，那又不对了。到这个天地怎么样去理解呢？中国的古代有一个成语叫羚羊挂交，无迹可求。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就会知道，叫羚羊挂交，无迹可求。什么叫羚羊挂交，无迹可求呢？说是在这个北方的森林当中，有一个非常名贵的这种羚羊，它嘴里流的这个口水啊，能够治病；它的脚被人割下来，能够入药。这个羚羊非常自己的药用价值，它很聪明，它轻易不出来。下雪的时候他来吃东西，吃完东西以后呢，他把他的脚挂在树上，挂在树上以后就怎么样呢？猎人要打猎的时候就找不到他的脚印，猎人找不到他的脚印就没有痕迹，他把自己挂在树上，叫羚羊挂交，无迹可求。说这个大修行人要向羚羊学习，修正到什么天地才解脱了，要羚羊挂交，无迹可求。又告诉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不二之性名为实性呢？要得于忘全，
你们南方人会打鱼，打鱼的时候是不是有渔具啊？把鱼捞到了，把工具就放下，哎，不要老是把这个权带在身上。意思就是说啊，借着善知识，借着经书，听懂佛法以后，要往自性当中去发明自性，而不要老是住在文字相上。欲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哎，在这个实性当中啊，他呢善恶两边不住，不染善恶，就安了一个名字叫圆满报身佛，安了一个假名，哎，没有一个真实性，安了个假名叫圆满报身佛。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你的心当中啊，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起了一个恶念，躺在床上想了一个恶事，起了一个恶念，灭万劫善因，把你的心眼就堵住了。古人打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说我们这个心啊，很像那个莲藕的那个孔，说莲藕有九个窍，有九个孔，我们的心呢，本来是透气的，也有九个。如果你每迷一个东西，那个眼就护住你了，叫心眼被迷了。那么就必须要借善知识和佛法把它透开，这样你的心才通了，是吧？你躺在床上起了一念恶心呀，万劫的善因都被你灭掉了。自性起一念善，则恒杀恶尽。在从自性当中啊，有一念善心，那么像恒河沙无边的罪孽都能够消灭，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使本念，名为报身。在自身自性当中就有报身佛，不使本念，就是原来那个清净自性不要失去，那就是报身。善知识，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一。各位善知识，从法身上起了分别了，就成化身佛了。在自性当中，自证自见，那就是报身佛。如果能够自悟自修，自己心自性当中建立功德，那就是真正的归一。要在总而言之一句话，要我们修行人在心上用功，在心上做功夫，并不是说身外的善事不去做，而是说一定要回归于自性，清净的自性。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色宅，不言为一也。但悟自性三身，即是自性佛，无有亦无相送。若能送时，言下令如即积劫迷罪，一是小灭。宋曰：“他说啊，皮肉是一个色根子，色身是一个房子，不能够都不能够言归，要归依自性三身佛。自性三身佛在上面他已经做了解释，做完解释以后，因为听经闻法的有官僚有学士，还有普通的老百姓，他怕大家记不住，古代的人。”他的心虽然很纯善，文化教育不普及，我们现在的文化教育虽然普及了，我们的心被染污了，并不纯善。所以说他写了一首，又写了一首无相颂，让大家把它背会，记在心中，拿这一面镜子去照自己的心，常自修行，见自性佛。他就写了这样一首，这个一首无相颂。这个无相颂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念诵。迷人修夫不修道，直言修夫便是道，直言修夫便是道。不使供养夫无边，不使供养夫无边。心中三个缘来造，心中三个缘来造。逆将修夫欲灭罪，一家修夫一家罪。后世得福罪还在，后世得福罪还在。但向心中除罪缘，但向心中除罪缘。
各自心中真忏悔，各自心中真忏悔，不误大成真忏悔，不误大成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除邪行正即无罪，学道常欲自性观，学道常欲自性观，机遇诸佛同一类，机遇诸佛同一类，无主为传此顿法，无主为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普愿见性同一体，若欲当来立法身，若欲当来立法身，离诸法相心中喜，离诸法相心中喜，努力自见莫悠悠，努力自见莫悠悠，后念不觉一世修，后念不觉一世修，若悟大成得见性，若悟大成得见性，谦恭合掌至心求，谦恭合掌至心求。好，大家一起来念一遍，不要停下来。迷人修福不修道，知言修福便是道，不识痛痒不无边，心中善恶与爱少，一将修福与面对，后世得福最难在，但愿心中福最远，得知心中真忏悔，不悟大成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学道常欲自性观，机遇诸佛同一类，无主为传此顿法，不愿见性同一体，若欲当来立法身，离诸法相心中起，努力自见莫悠悠，后念不觉一世修，若悟大成得见性，谦恭合掌自心求。六祖慧能这首法语写得非常好，如果我们大家有记忆性，把它背背啊，常常隐藏在心中，那么遇到境界的时候，能够念诵和自心起对照，我们的修行就会有很大的进步。先看前两句，迷人修夫不修道，人的心啊被迷了，名义上叫修行，实际上呢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在身外做功夫，做了什么功夫呢？修了大福报了，他没有真正的去修道。为什么没有真修道呢？因为道在心中，道由心悟。如果你的心不悟，你把自己的头剁了，把自己的胳膊腿剁了，你把你的家也卖了，又管什么用呢？要心要悟。一个错误的认识，把修夫当成了修道。在这里啊，并没有说修夫不好，而是说呢，修夫是不彻底的。修夫为什么不彻底呢？你们大家都看过西游记，西游记里头有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猪八戒。这个猪八戒啊，过去就是修夫的，修得很好。为什么呢？他到了官方的天蓬大元帅，在天界，我们现在是在人界，欲界总共有33天，我们在人界是在低层，他到了天界，当了天蓬大元帅。当了天蓬大元帅以后呢，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嘛，他干什么？他调戏宫女，追逐嫦娥，然后又掉到人间。掉到人间以后呢，变了个人形，猪嘴，然后呢，看到别人吃肉，看到别人流，看到别人喝酒，他就流口水。见到女人以后，腿就走不动了，那就是猪八戒的性本性没变。从天上已经掉到人间了，他死不悔改。所以说，就佛法里头就说，不求人天福报。为什么不求人间福报呢？本来人间的一点点的福报，我们都很向往。那么不求人间福报，就是要我们的心念，让我们的智力顿超佛地，不要停留在半路上。升到了天界，就像人间的大富贵人。人间的大富贵人是非常危险的，世人呀，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害怕，他就想尽设法的去发财，去做官，认为自己有华屋，有好车，有脚靴，他认为就是很好的。他不知道在他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起恶心，用恶手段，已经种下了祸害的原因了。
只用一个现象来证明，你们大家用脑子去思维，叫名人无后。从古到今，古今中外的名人自己非常优秀，都是名人，但是没有后代。我们几乎扳着指头可以说出很多，但是呢，鉴于社会原因，我就不说了。名人无后，为什么无后呢？几种情况，一种情况，为人处事妄动心机，就是用的心思很深很海，妄动心机；还有一类人，自使自己聪明，泄露天机，操纵天下，泄露天机。不仅如此，而且因为想恶事行恶事，利用手段，表面上得到了很多东西，实际上呢，他的阴宅啊，已经阴宅里头已经发霉长蛆了。说古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要人们怎么样呢？积阴德。说你们家出了一个好人，出了一个贵人，说是烧了高香了，那就说言外之意就是积了阴德了。现在的人只顾眼前，不管后事，只顾自己当下的快乐，根本就不管后事。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有信仰，要有文化。有了信仰，自做人啊有了目标了，有了文化以后呢，就有了一种修养。所以说信仰和文化是目前世界的短板，是非常缺乏的。布施是佛教我们要做布施，在做布施的时候呢，要做到三轮起空。布施是度人的方法。为什么要布施呢？因为我们的心里头有贪婪的心，要对治这个贪婪的心，就要勤修布施。那么为什么又要供养呢？不要把一切据为己有，应当去供养三宝，供养老弱诸贫。做布施和供养是对的，福报无量无边。心中三恶缘来造，心中哪三恶呢？贪嗔痴。布施也做了，供养也做了，福报也有了，但是心中的贪嗔痴没有除掉，没有除掉就种下了一个轮回的原因。你将修福欲灭罪，造庙印经拿了很多的钱，想灭掉自己的罪，后世得福罪还在，后世依然很富贵，得了福了，但是呢，那个罪根没有除掉，罪的那个因和根在哪里呢？在我们心里头。为什么在心里头？我们心里头没有悟道，心里头没有智慧，心里没有悟道，那个罪根还在。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如果真正的修道人啊，你要知道，要把自己心里头的妄念和恶念清除干掉，清除干净，在自性当中真正的去忏悔，而不要在身外做那么多的花花文章、锦绣文章，不要来假的，要来真的。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个人的心是起好心、存好念，怎么样，自己应该知道。在相貌上，在外相上是看不出来的。呼吁大乘真忏悔，除却行政即无罪。大乘佛教要我们向自性当中去求忏悔。如果自己呀、一念心开，悟到真正的佛法了，把邪和正全部都给看空了，都化解了，那么所有的罪孽都消灭了，就像冰山一样就融化了。道理是这样说的，在做的时候一定要立誓练心，对镜练心。这件事情当你的面上，你要把它破除掉。所谓财色名食睡，就是人间的名利二字，当头的时候心里头不要邪，不要歪才行。学道容易悟，学道容易修道难，悟道容易正道难，出家容易成道难，受戒容易守戒难。从文字上来讲是容易，要做到是非常难的。学道常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啊。真正的学道人常常回光返照，用大智慧回光返照，老是看到自己的心里头有没有光明，干不干净。
你和佛呀，就是同学同志嘛，和佛就是一类的。那也就是说呢，你的心性当中和佛就相应了。五祖为传此顿发，同愿见性同一体。我的老师五祖弘忍就传给了我这样一个无上的心法，让我要实心修心，即心是佛的道理。他就传给我一个这个顿悟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明心见性，我们就是同一体，一片光明，无二无别，没有你，没有他，无二无别。若欲当来立法身，离诸法相心中喜。如果你想证到自己的清净法身，那就要断烦恼。不但要断烦恼，要远离一切法相，要远离文字相，哎，把真和妄从两边都牵掉，你的心里的法身啊才能够显现出来。离诸法相心中喜并不容易。有一个临济义玄禅师，他曾经传了一首，写了一首传法记，哎，叫言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脱，黎明离相人兵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啊，他可能听不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一个学生问老师说，说老师啊，我这个心里头啊妄念纷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该怎么办？哎，我们的心里头的妄念像河流一样，一个水珠连着一个水珠，又像瀑布一样，叫言流不止问如何。我的妄念，我的狂心歇不下来，该怎么办呢？真照无边说似脱，就是用你的大智慧回光返照，把它给照破。第三句说离命离相，离名离相人不禀，说离开名相去真修行修自性，人是不善于的，人都愿意诸相来修。哎，看到这里供了个佛，哦，这就是佛；看到这里有花，哦，这就是花；看到女人，哦，这就是女人；看到男人，这就是男人。我们老是在相上面做文章，我们很容易。要向性中去修不行，叫离名离相人不禀，我们不善于离开名相，吹毛用了急须磨。吹毛是古代的吹毛剑，吹毛剑是上好的宝剑，把这个剑放在这里，把毛放在剑刃上，用嘴一吹，这个毛就断了。这个吹毛剑比喻的是我们的薄弱智慧，我们的薄弱智慧非常的锋利，上到诸佛菩萨，下到地狱众生，我们都是通的，吹毛剑非常锋利。即便是这样，用过以后还要去磨它。我们的智慧要历尽练心，面对人间的烦恼，面对人间的功名利禄和是非，要用了就要磨这个剑，常用常磨，然后你的智慧才能够增盛。这个道理啊，都是非常深的。说理说这个道理是容易的，要做到非常难。因此呢，说修道的人入牛毛，成道的人入牛角。说这个修道出家修道的人像牛毛那么多，而真正能够成道的人像牛角。那么有的牛它不长角，一条牛根本就不长角。言外之意就是说很难，修道要成道的话是非常难的。受到世界环境的各种污染，人心的污染，还有自己原来的这种智慧，那么要寻道并不容易。什么叫
风筝一样，拽着一根线在天上飘飘摇摇的，就说所修行人啊，心里头没有生决定慧，心里头没有生根，哎，随着静风啊转来转去，忽忽悠悠。如果那样去修行的话，一口气不来，一念不来，今世就休了。等到疾病染身了，等到快断气的时候，才后悔了。哎呀，我当初为什么不信佛呀？我信了佛的话，我该有多好啊！来不及了。所以说他说的很具体的，后念不觉一世休。若悟大成得见性，和千功合掌至心求。如果你想要悟到大成的法门，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那么首先要态度要恭敬。这可能是当时在会子里说，因为有官僚嘛，有官僚有学士，那么官僚就会认为我地位这么高，我听你一个和尚在这里讲经说法，那学问大的人就会说，我学历这么高，我为什么听你呢？说他这些话都有针对性，说你真正的想修道的话，先要虚心谦下，要端心正意，至心求，发出真心的，真正的到三宝面前来修行，而不要来假的。时也，善知识终须送取，以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无千里，如常在无边。各位善知识啊，我讲的这个无相颂啊，你们要好好念，依照这个去修行，来对照自己的心，时间长了就能够见性。言下见性是说你把它背会吧，诵经千遍，其义自现。如果你连经文都不通，你怎么去悟性呢？哎，依照这样，把船啊划得很好，很快就到对岸了。虽然离我有千里之遥，那就像在我身边一样。于是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行远来？你如果言下不悟，你就是在千里之外和我面对面，跑这么远来又有什么用呢？因为啊，是自修自修的，珍重好训。哎，你们各自啊，自己擅自珍重自己心中的佛，哎，好来好去，一众闻法弥补开悟，欢喜奉行。在会的这些官僚学士、黎民百姓，听闻了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以后，心里头啊，如醍醐灌顶。像吃了蜜一样，非常高兴，弥补开悟，都有所悟，或者悟得深，或者悟得浅，都有所悟。欢喜奉行，自己在心中啊下定主意说啊，哎，这一次回去以后啊，可要真正的好好的修行了。过去十年八年呀、啊，都是身外求佛，这一次回去以后啊，要向自性当中去参究，去学佛了。六祖慧能大师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他的风格非常明显，一个是平民化的佛教，给老百姓讲经说法，给老百姓讲经说法，他就非常的通俗，没有那么多的文字概念。如果我们打开心扉，听了就能懂，学了就能会，回家就能用。同时他有第二个特点，就是让我们把做人和学佛合成一个，把做人和学佛合成一个，没有合成两个。怎么样看得出来呢？他说呀，在下修学佛也可，不有在此。说你真正会修行的话，你真正有道心的话，在家也能修行，你为什么都跑到寺庙里头来了？在念佛法门的时候，他说东方人心恶，求西方，那么西方人心恶，岂不要跑到东方来？跑来跑去有什么用呢？就是说啊，我们还要回归到自心自性，让自己的心要清净，让自己的心要觉悟。他这个讲经说法呀、啊，把做人和学佛呀、啊、是统一起来的。那么同时，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我们的生活和修行是统一起来的，告诉我们的这个方法，叫你在为人处事的时候就能用，在讨生活的时候，为人处事的时候。保住自己的清净心，一心向善，不要去作恶，
并不是说我坐在禅堂里头，我在佛堂里头念佛参禅，我回到家里头我该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它是合二为一的，我们大家呀都要用心去体会。尤其是他给大家讲的这个五分法身呢，要好好的记住，见相、定相、会相、解脱、解脱之见，非常好。他说什么是见相呢？戒在心不在身，要有无上的心戒，在藏传佛教当中叫三昧圆戒，坚固的金刚心，清净如大海，永远不退失，那就是戒。如果一个人说我这也不吃，我也那也不喝，我这也不做，我那也不干，但是你的心里头并不清净，那就反而是假修行了。就是这个戒呢，它是说无上的心戒。这个定，它告诉我们大家说呀，遇事心不乱，讲得非常直接。我们大家遇到事情，心乱不乱啊？可能别人家里出事了，你的心不乱；你自己家里出事，你心一定是乱，那你就没有定力了。定的更深的一个含义说，欲除境上，心不粘住，心你的清净的佛性和外境不沾染，善恶的境界都把自己的心不能够染污，那就是定。那么什么叫慧呢？常行一切善，该讲经要讲经，该说法要说法，该修行要修行，该伺候公婆要伺候公婆，那就是叫智慧。这个智慧用过以后又回归到本位。在这里他反对什么呢？反对你像木头石头一样蹲在门口一动不动，认为自己那就是修行。如果那样去理解修行，那就错了。给我们讲的这个五分法身相啊，非常好。皈依三宝的时候，让我们皈依到自信三宝。一次讲经啊，并不能解决大家所有的问题，需要你们大家呀、各自的身心呀、自己心里头真的要升起，把人生和宇宙的奥秘搞懂的这个心，要参悟佛心才有办法。仅仅靠讲经说法，那只是一个外援。下面我们接着看，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湖村，人无知者，有如是留之愿，礼遇甚厚。这个六祖坛经啊，它是记录的一篇一篇的，拿我们学生写作文的说法叫什么呢？叫加叙加议，边述叙述事情的经过，边来议论佛法。在这里说啊，说六祖慧能从黄梅啊，从湖北黄梅得了法以后，在被贼人的追赶迫害之下，就偷偷的迁回到了韶州，就是现在的韶关曹湖村，现在曹溪南方寺所在的位置叫曹湖村。人无知者，没有人知道是六祖慧能回来了，没有人知道。有一位儒士，儒家的大学士，他的名字呢叫刘志略，对六祖慧能升起了敬爱之心，厚待他，宽待他，对他很好。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这个刘志略有一个姑姑当了尼姑了，名字叫无尽藏，常诵大涅槃经，实战听即知妙义，足为解说。这个无尽藏比丘尼呢，经常念诵大涅槃经、黄念经啊，不知道听的意思，在文字上念来念去。六祖慧能听了以后呢，就知道了，耳朵一听就知道了涅槃经的妙义，随为解说。接着呢，就给他解说：你乃知愿问字，师曰：自己不识，一即请问。这个老尼姑呢，拿了经书问六祖慧能说：这个字怎么念呢？六祖慧能说：这个字我不认识，但是意思我可知道。一般的我们正常人的思维是，我认识字，望文生义，我才知道意思。他是不认识字，但是知道意思，那就是个非凡之人。你曰：字上不是更能归意。你这个老和尚字都不认识，你哪能把意思给我说出来呢？师曰：诸佛庙里非观文字。这句话呀是劈头盖脸。他说：老尼姑啊，你别搞错了，
诸佛的庙里和文字没关系。为什么说诸佛庙里和文字没关系呢？我们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他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是从大净为海，款款为流出。释迦牟尼佛上了哪个佛学院啊？释迦牟尼佛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不是，他既不是清华北大毕业的，他也不是中国佛学院毕业的。他开悟以后，从自信当中流出，写成了经文。到了后世末法以后，这些众生啊，迷昧了自己的真心，照着文字上去研究，哎，研究阴灵，研究逻辑，研究法相概念，越研究越迷惑。等到头发也白了，牙齿也脱落了，写了一本书，人也断气了。在佛教故事当中，有一片短文叫《拔剑得玉》，说有两个比丘到外面去化缘，其中一个比丘被人射了一箭，中了毒箭了。然后这个比丘就跑到佛面前，跪在佛面前：“大觉世尊，哎，此比丘为何被射一箭？这个箭是铁做的还是木头做的？箭上有没有毒？他和别人有什么因缘？别人射了他一箭。”佛说：“于是比丘，等你把剑的问题都研究透了，那个人就没命了。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去救人，不是研究剑。你们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知识、文化、科技，都是在发展工具，没有对人关怀。每一个人的生命这么短暂，尚且对人没有关怀，没有治人的病，那么你把工具搞得这么锋利，又有什么用呢？诸佛庙里非观文字，要往性当中去悟佛。”和文字没有关系。那我们大家说了，我们今天讲六祖坛经，这不是照着文字吗？因为我们啊会有开悟。如果你也开悟了，我也开悟了，经就不要讲了，与文字是没关系的。你景一直便告李仲七德云：“此事有道之事，宜请供养。有晋侯，有晋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进来瞻礼。”这个六祖慧能啊，偷偷的回到曹溪以后啊，因为这个刘知略的引荐，他的姑姑呢无尽藏比丘尼问涅槃经的教义，六祖慧能啊出语不凡，说诸佛庙里非观文字。这个比丘尼呢敬仰之余，就在乡里告诉那些大德长老，乡里头这个气德就是年高的人，有学问有地位的人，老人告诉这些人啊，来的这个人啊是有道的人，我们大家要供养他，因为他出语不凡。那么这时候有一个人呢，晋武侯的玄孙曹叔良领着很多的居民啊就来礼拜皈依。时日宝林古寺啊，自隋末兵火已废，遂欲故其重建梵语，延伸巨池俄城宝房啊。因为啊有这么多的这个人的拥护，当时的宝林寺呢在隋末已经毁于兵火了，就在这个旧的基础上，大家呢集资，然后呢把这个寺庙建起来，然后出家人就在里头居住。鹅城宝房就是不长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三宝居住弘法讲道的场所。十于九月一日，又为恶党寻租。这个六祖慧能啊到了曹溪，九个月多一点时间，又有恶人，这个恶人呢、啊、没有指名，到底是不是这个北宗建物方面的人来寻衅闹事，还是其他的人要抢夺衣钵，又来追讨。实乃遁于前山，背起众火，烧焚草木，使隐身矮于石中的脸。这个六祖慧能呢、啊、被人追到前山，追到前山以后，这些恶人恶党
就放马烧山。烧山的时候呢，他就钻在石头缝里头，这样呢就躲过了罹难。现在我们大家到如果到广东韶关南华寺去，那么有人引导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藏身的那个石头马寨，包括他放了尼泊袈裟的那个石头在门里，然后还有他躲藏的地方依然在，大家都可以看到。十余世有，十余世有诗，皆夫西恒及布衣之外，因名避难石，在他躲藏的地方留下了圣迹了，留下圣迹有他的衣纹，还有他膝盖盘腿打坐的那个痕迹。后来的人就命名说这叫避难石。十一五祖怀让止藏之主，随行隐于二义言。这个六祖慧能啊，在遭难的时候想到他的老师在九江驿送他的时候告诉他逢会则长的这样的这个预言啊，想到这个话以后呢，他就分别到这两个地方，二义就是这两个地方，隐藏在这两个地方来回躲藏。这在上面就是慧能啊，在得了这个五祖的衣钵以后命如悬丝，一直啊身如定所。虽然有高人知道他是高人来了，那么他能够讲经说法，但是呢总是被人追逐，没有定所。一生发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欲。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无若据说穷解不尽。有一个出家人，他的名字叫法海，这个法海就是慧能大师到了广东以后的第一个徒弟。法海六祖法宝坛经后来就是法海根据六祖慧能的言行整理成的，他这个功德是无量的，他把这样一个法宝流传于后世，是韶州人。刚刚见到六祖的时候就问啊，为什么说叫即心即佛呢？你给我开示开示。六祖慧能就说呀，前念不生即心，就前一念不来的时候，那个念的后面有一个东西，那就是你的本心。后念不灭即佛，就是不生不灭的心就是佛。如果有生灭的心就是凡夫，没有生灭的心就是佛。如果心里头产生了相了，那么就是凡夫，离一相，心里头啊无住无念无相，那就是佛。无论据说呀，穷解不尽。我如果给你讲这个道理呀，讲了一万年，那都不能够讲完。听无记曰：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净。物思发满犹如习性，用本不生，双修是正。好，大家一起和我念念。听无记曰：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净。物思发满犹如习性，用本不生，双修是正。即心明慧，我们的心当中啊本来就长生智慧，我们的心当中啊本来就有智慧性。积佛乃定，如果你认识到自心自信做佛的话，当下就是大定。欲求弥远，不要去求。定慧等持，说你在修行的时候定和慧要均等，哎，不要偏向一边。我在前面给大家说过，偏于定是呆定，偏于慧是狂慧，应该定慧等持。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心体是一个，用成了两个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心里透过去呢？我们老是在概念上想着定，想着慧，不知道定慧都是由我们的心而发的。我们的心体是一个，没有两个。意中清净，就是说你那个心里头啊，清清净净，不染一尘，不染一法。
悟不悟此法门，你能不能够开悟，犹如习性，那就看你的根气了。你过去在诸佛那里听闻到妙法，有这个根气，一点就着，就像那个打火机里头有气，一点就着。如果它里头没有气，你怎么点它也不着。所以说呢，就看你过去修行的功夫，积累的善因了。用本无生，你就是每天用它。你像我每天在这里说话，它多了吗？我的佛性多了没有？没有。你们大家坐在那里听，没有讲话，你的佛性少了也没有少。用本无生，双修是正，要福慧双修。哎，天下福不行，天下慧不行。有一个口诀叫什么呢？修福不修慧，大象挂银锅。修慧不修福，罗汉靠空锅。哎，这个罗汉呢，他很有智慧。但是他没有修福，和众人无缘，靠这个空锅要他饭吃。那个大象呢，傻乎乎的，啥都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他披红戴绿，绫罗绸缎，挂了很多的珠宝。哎，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绫罗；修慧不修福，罗汉靠空锅。要福慧双修，同时呢，要定慧等持。光有定，不起智慧的妙用，这个定是作废的。就像你们大家在银行里存了很多的钱，舍不得拿出来花，你那个钱呀、啊，是死财，是活钱。那么什么叫会呢？就是要会用，用了以后呢，它也没有增加，你不用它也没减少，你不用就可惜了。我叫用，定会要等时，这才是正道。福慧双修，定会等时才可以。法海言下大悟，一击再远。这个法海啊，看来是很有根性的，是一个立根性的人。他听了以后呢，心里开悟了，就写了一首偈颂，赞叹：即心原是佛，不悟而自屈。我这定慧因，双修离诸物。好，我们大家把这一句话再念念：即心原是佛，不悟而自屈。我是定慧因，双修离诸物。好，这个法海啊，听到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以后呢，他明白了，我的心就是佛，我那个没有执着的心，没有染污的心，清净的心，光明的心，当下和佛的心无二无别，心佛相应了。哎，他的心和佛的心就相应了，不悟而自取。哎呀，我原本就有这样一个宝贝啊，我自己不认识他，我自己不能明心见性，我心不委屈啊，太可惜了。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现在眼前还有云雾啊？是不是还搁着一个窗户纸？我们心里还有一种惯性，我就是要求佛拜佛，但是我坚决不成佛。一般的人都会是这样，我求佛我拜佛，但是你千万别叫我成佛，为什么？我害怕。原因在哪里呢？求佛拜佛容易，成佛呀要有很深的很锋利的智慧，还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说我们大家呢都愿意求佛拜佛，不愿意成佛。法海听到六祖慧能的开示以后，他说：即心原是佛，不悟而自屈。你自己不悟到自信做佛，多么的可惜呀。还有我们很多的出家人，慈心割爱，全边的一下舍去了世间很多的东西，如果不能够发明自信，确实是太委屈了，太可惜了。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物。我知道定慧都是有我的心，定和慧从文字来讲是两个，回到我的心它是一个。如果我悟到我的心以后，双修离诸物，就定慧等持，离开外境。机心是定，分别是慧。我的心里头本来就有这个东西，离开所有的万物，不被万物所扰乱，那么定慧等持。讲到这里呢，你们大家可能累了，我要给你们大家讲一个你们本土的故事，这样你们大家听起来就会非常的亲切。我们讲的这个顿悟法门，道理如果你听懂了，确实是很好。但是如
果要真正的修行，达到这样无碍解脱的境界，是需要去训练的。有一个比丘尼，是你们福建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玄机。有一个老师住在薛峰山修行，他的名字叫义存。当时在佛教界，天下人都知道功夫非常好，是天下的大德，人们都纷纷到那里参礼。这个玄机比丘尼呢，住在大日山。有一天他心想，我已经悟道了，我悟道以后啊，我要去参拜一下薛峰山的义存。薛峰现在还在啊，并没变，要去参礼一下薛峰义存。他就去了，见了面以后进了法堂，薛峰义存就问啊，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大日山来。他一听这个话里头话中有话，就问，日头出了没有？你开悟没有？他说呀，日出则融化雪峰，我从大日山来，我的日头一出来，把你雪峰就融化了。这个义存一听啊，这个人是叫什么呢？蚂蚁打哈欠，口气不小。看到他根气的锋利，他就话锋一转，不顺着话说下去了，不会从哪里来。说你在家做什么事业呀？说我在家里啊织布。一天能够织多少布啊？说一丝不挂。一个比丘尼给和尚说，说自己一丝不挂，那就是再来人，跟这个搭搭话之机啊非常锋利。雪峰一存一看这个来者不善，谁沉默不语，就沉默不语不吭气了。这个比丘尼啊很高兴，你看我把这个老和尚给收拾了。他盘道盘不过，他就拜了三拜，扭头就往门外走。刚走到门口，雪峰一存呢拿那个井堂木啪一拍，他说，比丘尼啊，你的袈裟脱地了。这个比丘尼回头一看，和尚哈哈大笑，好个一丝不挂。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玄机啊，他确实悟道，他虽然悟道了，但是往生内劫的习气并没有消除。所谓悟在一瞬间，修正千百年。前面自己说自己一丝不挂，后来说你的袈裟脱地了，他回头赶快就看，这边和尚就哈哈大笑，好个一丝不挂呀、啊！你不是披着袈裟吗？你怎么一丝不挂？所以说，说道是一回事，行道是一回事。但是大家要知道，悟道诸佛庙里就非常了不起，能够把自己悟到的道传播出去更了不起。最主要要能够知行合一，解行相应，那就是佛法。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